力量，我觉得它是，譬如说，因为我在意环保，然后当我去关注这些议题，做出一些改变跟行动的时候，可能看到我做这件事情的人也被影响了，然后他们进而去做了一些改变的时候，造成的一些很广泛的影响力，我觉得那时候是最有 power 的时候。其实我第一当下跟所有人都一样，就是我一定会有个情绪崩溃，但是我也会让自己知道那个过程是需要的。危机就是转机，我搞不好就有一个机会可以改变。